何文田浩田1487尺天台特色，望住成个何文田以北嘅九龙方向，望到少少启德邮轮码头。浩田位于何文田上圣街28号，发展商为嘉利建设，2017年入伙，系一个非常之巨型嘅屋苑。共有9座，提供1429个单位。而今日睇呢间就1487尺，3房2套房嘅单位。入门有个玄关，经过个内置楼梯，就会见到一个长形嘅客饭厅。佢有两边落地玻璃窗，基本上可以望晒两边景。成个客饭厅长9米，阔4米5，空间够细宽阔。外面一个长形嘅露台。望出去就望翻全山景，望住自己嘅内园，然后再望翻九龙市区景。梯底有个储物嘅空间，顺住走廊行系一个浴室，都好企理。然后就两间睡房，大细景观方向全部都大同小异，只不过其中一间系套房。最后直行系主人房。好方正，长4米2，阔4米1。主人浴室有窗型，做咗干湿分离，有齐淋浴同埋浸浴。厨房就方形嘅，一个 U 型嘅橱柜，十分之实用，所有家电有喷烟，5-6个人落厨都冇乜问题。最后就工人套房。顺住楼梯向上行就是天台，天台就好大，可以摆啲台底凳凳聚会啦 ，BBQ 啊，倾偈啊，开 party。成间屋睇完，似呢间就冇租嘅，租金就75000蚊，你哋觉得值唔值？今日就咁多，我系 Louis， 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